1, 2, 3，走。我和你分开的那一天，我发誓对你不再留恋。后来我走过了很多年，再一次拿起了那照片，我像个小鸟在等飞。前面有个牌子，火星营地。哎，就这么神奇。哎，从这拐过去。哎，又拐了又拐了啊。这块儿就有点稀饭了。啊，但是这个土包包挺好玩的。那怎么啊？集体掉头回去了。集体掉头回去这是？啊，就算一个呢啊。啊，哎呀妈呀，没有，太远了。啊，这不就到了这个叫冷湖什么营地了？啊，火星地质公园，这就算到了呗。还是继续往前走，是到那个营地看吧。看看俺们厉害吧，已经到达了这个火星营地。谁说房车不能来的啊？只要是自己的车都能开上来，就看你咋开。咋的捂的真严实。他这个是卫生间吗？这还真的是，哎呀，呀，这还真是卫生间，哎妈呀，还有水，呀。我去，挺高级呀、啊！哎呦，还有灯！哎呦我勒个去！哎，这卫生间里边还有自来水儿，还有灯。风好大、啊！哎，对，趴好，哎，趴好，哎，对，来看我，嗯，给个眼神，妞妞，嗯，来，里面可以住吗？可以住啊，多少钱呢？1200一只，为什么这么贵啊？没问题的话，这根据前台咨询一下。哦，行。嗨，你好。这边那个住店的话是啊，是一个人1200，一个人1200，对，一人一汤的形式，是一人一个汤是吧？然后那个房间里面都有什么呀？啊，房间里就是只是一个睡的空间，我给你看一下。啊，可以，房间可以看一下吗？我们那个都住进去了，都住满了吗？嗯，女士的有，你们是几位呢？女士？哦，我们是两个人，一男一女。啊、哦，一男一女是。那个太空服是那个租的，对，一小时800，半小时500。一小时800，就是半小时。拍照是吧？里面有卫生间吗？有卫生间在外面，外面啊，对，是我们统一的一个大，啊，是这个，我们里面全部都是那小格，啊，进去以后就是一人一个小格，一人一个小格，然后出来的话都在外面厕所，哦，是这种的，嗯，是个男女窗是分开的，啊，1200是吧？对，行，好的，谢谢啊。哎呀妈呀，不行啊，咱们这整不了啊，那个像一个小胶囊似的，一个小仓，
一个人1200，我俩要睡的话基本上就得2400，完事就那衣服半个小时500，一个小时800，那我俩要一人穿一身的话，这哎呀妈呀，算了，还是在车里睡吧，车里空间也挺舒服的，也挺大的。我是流浪傻妞，一个喜欢到处去流浪的傻丫头。